欧布里最为出色的还是他的协防能力。弗兰诺尼把自己扔起来，但没有打进篮下，半霸。嚯，这二次进攻打得真够硬。范凯罗在开场没多久就拿到了个人的第二个。嚯，瓦格纳运球真娴熟，好球啊！完全是自己来。卡特面对脚步稍微慢一拍的罗宾，想去直接就是这种比较拧巴的上篮。看勒维尔打球有个乐趣，就是他在收球之后啊，你猜不到他会用怎样的动作去做终结。再次进入暂停时间，待会儿回来。瓦格纳再次兄弟连线，大哥终于投进，小瓦给他哥4秒钟。范凯罗看看这运球节奏啊，娴熟啊，太漂亮这一球。多数领先两位数之后啊，感觉进攻点断电了。哎呦，太容易失误了啊，其实都收到篮下了。奥克罗反击扣一个，米切尔不在，持球进攻的后卫就靠他了。范凯罗双手的暴扣，连续两年魔术队的选择都是选了一个非常全能的，得出来了，再不出来3秒。掩护之后，内托选择了自己干拔，三分命中。内托今天有精彩镜头啊，最后的6秒上掩护没有完全挂住，奥基吉压哨的三分球漂亮命中了。上线的这个持球掩护啊，吸引了防守端所有人的注意。布哈德转换的三分，3+1。外线总是冷箭啊，